你找谁？你找谁？这是我哥公司，你说我找谁？丹妮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先出去吧。哦，好。哥，借我点钱，我有急用。丹妮，我这儿怎么了，大哥？这支支吾吾的。丹妮，现在我们也停。大哥，你就说借不借吧。丹妮，你用多少？也不多，哥，就20万。丹妮，你知道我们公司现在什么情况吗？你张嘴就是20万。丹妮，大哥的公司最近实在是出了点状况，大哥也实在拿不出那么多。你看我借给你2万行不？2万？你打发要饭的呢？哦，哥，你现在是开了大公司了，怕我还不起是吧？行，哥，这个是你去年送给我的生日礼物，今天还给你，以后你是你，我是我。我这就是你的好妹妹，我看以后也别联系了。酸甜苦辣里醒过也醉过，大哥，如果我不用这种方式，你是不会告诉我你出事的。我是你的亲妹妹呀，是你的家人呢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为什么要自己扛？这卡里有100万，这是我们给你凑的，这些钱应该可以帮你渡过难关。密码是你的生日，如果不够用的话，你再和妹妹说，我们一起帮你想办法。大哥，你要记住，我们流淌着一样的血，我们永远是一家人。